我是浩文，今天我们要录的视频是默契动回答之玩具篇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是今天我们要选择第一轮的东西，一个比较那种比较美的杯子，放这种杯的盘子，还有小杯子。 OK， 我觉得我会选一个的话，我就会选这个。 OK， 我不要选这个杯，很好拿，虽然不能拿来喝水啊。走咯。 Hello， 你看这里有盘子，选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这个。Hello， 大家，我选这个杯子。OK， 我们现在等浩文来。我来啦！哇，一样的杯子。当当。好难选。那我们第一轮的默契成功了。我们去我们的下一轮，拜拜。现在要来一个新的，这个盘子，两个盘子，还有杯子，这个 ，OK。还有什么的？拜拜，走喽。也就是第二轮的东西啊，一个杯子，橙色的盘，这个还是一色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盘子，一碗点，所以我觉得我会选这个，因为中间一个白色这样的东西，我觉得很美。OK， 走。Hello， 打给我啦！我们拿一样盘。一样，我们第二轮成功了。哎，那么给你们看一看这个蛋糕、狗狗杯，还有一条黄色鲤鱼。我选蛋糕，走。这样我就拿这个，拜拜。默契的回答挑战失败。果果盘、汤匙跟一种，这种是那种舀汤的，应该比较深。啊，它这样子的，比较深点点。给你们看它浅的，浅的是这样子的。看一下，我来选。我喜欢这个。走啊。掉进来，这个 ，OK， 再次赢定呀！第一个抵达的又是我 ，Hello， 3、2、1，秘密揭晓！哎，金灿，我要来给你看的是一个 potato， 还有一种烤的肉。有两样好吗？我觉得后面是好的一样啦，你该都看到哦，看到哦。我的豆是叶文最想吃的东西。这个最爱吃的薯是马铃薯。这个最想吃是叫我的豆。拜拜。哔哔哔。OK， 我拿一个原文最喜欢吃的，最喜欢吃的 potato。是不是假的？肯定不能吃。啊哈哈。三样选择 ：strawberry cake， 这个什么？哎呀，肉，还有这个切一半的马铃薯。我拿马铃薯，因为我最爱吃的薯是马铃薯。Hello， 我来了。Hello。
我们现在一起。你有一直在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揭晓我们今天第五轮的秘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彩蛋！哇！马铃薯，何雷，哈哈，一粒完整的马铃薯。又来到了第六轮，对吗？这个的话就是他的葡萄想吃。茄子我蛮想吃的，不错。今天我们就拿这个啦。虽然你们都看到了，可是对呀，这个还是秘密。第一个选择糖果，第二个选择一半的茄子，第三个选择牛油蛋糕。这次我会选这个，茄子我蛮喜欢吃的。这次第六轮的终极秘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彩蛋！现在这边的第一个是棒棒糖糖果，还有最后一个当然是最好吃的啦，当然是马卡龙，掉了。这样就是这个啦，当然爱吃，因为最爱吃最爱吃的也是这个啦。糖果东西是甜品，因为最想吃甜品就是马卡龙。OK， 再到现在讨论啦，集合，再见。See you。我最爱吃就是马卡龙。甜品里面最爱吃是马卡龙，蔬菜里面最爱吃的是马铃薯。拿这个，浩明哥会拿这个吧？浩明是蛮喜欢吃的东西，虽然有点甜啊。马卡龙，我们的秘密要来解锁，三、二、一，不敢。一样啊，麦卡龙只是颜色不一样啊。我跟你们讲的时候，哎，你觉得我喜欢的麦卡龙？应该好啊，刚才是糖的甜品，我觉得哈，你最喜欢的甜品就是麦卡龙。哈哈，我就拿了这个麦卡龙。我们第八轮最后一轮来喽！哎呀，怎么样知道我要的东西了？下一轮我们就弄一点浩文喜欢的东西。好嘞！咋的啊 ，Thomas， 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是那《Teen Titans Go》的那个叫什么呀？啊，对对，他叫 Cyborg， 他头有点喷，按这里。Oh my god！ OK， 浩文最喜欢的是 Thomas， 就是以前的，他现在最喜欢的是 Transformer Optimus Prime， 所以我就拿这个，因为现在没有 Optimus Prime 的选择。就拿他以前喜欢的，啊哈，我大了脸。哔哔哔哔。拜拜。终极大秘密，三、二、一。你不想偷了没？我怕你吃，想吃啊这个。OK， 我们的第七轮失败。今天的终极大秘密也揭开了，我们全部秘密都揭开了。那么在视频完之前，记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拜拜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